野生天际方块，插上三根火把，卡上一波，来吧！是 EMC 值还是装备？什么破烂啊！这是给了一个锄头啊，非常没有用的锄头。幸好旁边还有方块。出人命了，兄弟们，把我头开出来了，太吓人了！冒火的，然后又连着个地狱岩的，我总觉得这集要结束了，兄弟们。耶，什么东西？妈呢？还有方块吗？这周围的方块都不太好，不过旁边有个草原，我们上来看看。草原上有马，我不要马。那边还有一个草原，那边看着更大啊，咱去那边吧。这上面啥也没有啊，很秃。咱们来这边瞅瞅。哎，什么垃圾鼠标啊，点不着那位置呢，怎么还？有牛肉了，有牛肉了。咱家里那个牛坐标不用删，这儿的牛肉当咱们主食。来，狗都不要的胡萝卜扔掉。牛肉自由，最少十来个的。法老王方块吗？不败了，随便开。什么东西啊？一双鞋，加速度的吧，还加了力量。哇，这跑得快哎！我剑呢？咋剑不见了？光脚。我咋了呀？我这嗓子好像下午骑车回来，感觉哑了呢，怎么还？声音有点沙哑，不好意思，兄弟们。十六、十八，那凑个二十吧，再来一头。好的，二十块牛肉，一会儿回家烧去。这方块太多了，做个坐标，一会儿再来。然后回家烧肉。这是，我受不了了。感觉喝水都没有用的。哎呦我天哪！二十块牛肉拿到，说话还有点哑，可能是这两天播的有点多啊。嗯，铁铁铁，刚才我看见钻石了。咱们回来，开这方块的顺序很重要，它是一起出现在我们眼里边的，兄弟们。TNT 肯定不太好，这里边的应该比较好。又是个破烂，又是泡沫剑，看这个 TNT， 给你插三根火把。这都啥呀？来货了，裤腿七万块啊，七万 EMC 值，还不如一个霉运方块呢。萤石粉咱们也不用找了，这个祭坛里边就有萤石粉。我钻石狗吗？石运 MMMM， 哎，上面写了一句话，兄弟们 ，Only One 啊。我好像记得这个稿子，它是一个就是搞笑的，它是先留着吧，等我做个修复护符就知道它有没有用了。等我做个修复护符，那刚才那个线我应该拿着似的，有线才能做修复护符，下次我们遇到蜘蛛什么的就别跑了，我还得去河边找个甘蔗，这河边应该有吧，有甘蔗吗？这没有，看这边一面，这边好像也没有。哦，看见甘蔗了，哦，在这里到了，拿到甘蔗，然后那边有个幸运方块，跑，跑起来，绿宝石，我俩吗？我三个，路上还有一个彩虹方块，不过这彩虹方块是冒火的，兄弟们，不敢开呀，有可能开出凋零风暴来，我把黑暗魔开出来了。大家记得点个赞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